你知道他的本子叫他什么吗？六岁半，就是说他很傻，你知道吗？很幼稚。但我听六岁半这个名号是你帮他取的，怎么是粉丝帮他取的？你粉丝帮他取的。然后你知道他每次动作就哎这么难听，哎这么难听，他只是跟你这样都这样的，对吧？其他人没有吗？关键我们俩一般只有我们俩在场呀，我们俩戏最多嘛。然后你知道他杀青的时候，他很讨厌的跟我说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说会不会等到杀青以后，没有人碰你了，就没有人这样捶你了，你会不适应，你就自己捶自己吗？你说今天好不舒服啊，没有人捶我。”我说你特别讨厌。然后你知道他其实生活中应该是这样的个性。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你看李沁。对呀、啊。到了现在，心房渐渐打开。要不发布会，我们再拖延半小时好吗？好。开玩笑啊，就最后在今天是特别累嘛。不是，我之前我有几天回去看我的手臂，就是这全是亲的，谁掐你手臂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戴着山下个月手在中。下手太重了。是我吗？对，所以你觉得我对在坐在你旁边，我可能是你妈，敢大声的说话。哎，不是，我觉得不是我。真的是，那是谁？啊，威哥。对，好，反正话已至此啊，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悬念或者血口。发布会呢可以有结束的时候，但是接下来我们还有无穷无尽的访问啊，我们媒体的专访啊。